解放军军舰排开，印太局势日渐紧绷，美国也加紧巩固盟友。十八号将和日韩领袖在美国大卫营齐聚，召开首次三方峰会，引发外界猜测是否将催生亚洲小北约。I wouldn't expect that you're going to see any deliverables or any demonstrable discussion about some sort of NATO alignment. 美国官员强调，这次峰会不太可能产生共同防御的正式体系，但仅仅是三方峰会成为常态，就足以让中国气得跳脚。而台海议题也毫无悬念，将成为讨论焦点之一。尤其解放军近年动作不断。知名鹰派分析师拔斯更指出，从中国发出的讯号来看，习近平2024年底前就会侵略台湾。You listen to what he says, I believe he will end up reacquiring Taiwan by force by the end of next year. But I'm going to tell you, she's going to bring war to the West. 两岸冲突一触即发，前美国五角大厦高阶官员柯伯吉更指出，美国有其必要捍卫台湾不受到中国侵略。他分析，如果两岸爆发冲突，中国势力将深入印太区域，包含日韩、菲律宾等国都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。另一个原因则在于，如果美国的保台立场消极，将损害自身的可信度。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, Taiwan's fate will play a major role in whether countries think we're reliable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is coalition. 白宫十六号也再次重申，美国的目标就是确保中国入侵台湾不会发生。路透社最新民调更显示，约半数受访的美国民众同意对台湾提供军援，吓阻中国。不过，针对美军直接派兵协防台湾，有42%的民众表示反对。可见，美国从官方到民间都无法忽视中国的军事野心带来的威胁。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。